今天阿叔就封神，先生，你的钱。何必啊？因到那阿叔干哪啦吼，失踪去啊。阿叔，阿叔，你自己都要来看我。奶奶，阿叔，你不要怕，我一定会拿钱来换你回去的。 看着水流，磅礴，阳光也照耀我的胸口。汗在滑落，瞬间蒸发成勇气笑容。前方的路我不怕，多崎岖多难走。我看一场一场天真面孔，青春无敌，放不下执着。大声嘶吼，人有爱也有痛，决定一个梦我。 就要放大到整个地球，Free World， 请为我加油，要做自己最完美的英雄。冲破每个慢动作，你绝对不是对手，凭着直觉冲破，胜利追来碰头。Free World， 会为我感动，要做自己最骄傲的。 你走到哪里去了啊？和大家都在找你呢，怎么了啦？阿叔，啊，你还好没？啊，阿叔，哎呦，阿叔啊，阿叔你怎么变这样啊？哈，啊，快，快，只有娜娜，娜娜娜，娜娜在哪里啊？啊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这么严重啊？啊，你怎么弄的啦？ 阿叔醒了，阿公，阿叔醒了。阿叔，好嘞好嘞，没事情的啦。哎呀，阿叔哦，一定是因为又累又没有吃东西才会昏倒咩？啊，你很奇怪呢，啊，你不是带饭团，怎么不吃嘞？啊？ 饭团在哪里？哦，饭团哦，不吧，嘿呀，嘿。姐，这个饭团就是娜娜舍不得吃的，要我留下来给你吃。你有看到娜娜？ 阿叔，娜娜怎么样了？她还好吗？有没有被坏人欺负啊？
他被关在一个铁窗里面，可是他有饭团吃，吃的还比家里还好。阿叔，你还记得娜娜被关在哪里吗？我知道路。不好，老师，我们一起去找娜娜。阿公，可以借一下车子吗？好好好，可以噻。启胜，你去开车。富美、小五，我们一起去救娜娜了。行李员，小心啊！嗨，进来。我来。哇，你叫小心嘞。好。这个哈，老师要提款是告位哈。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，我以后再也不管你喝酒赌博了，好不好？带走阿叔跟娜娜的人在哪里？不知道。爸爸，刚刚你说你会把娜娜卖掉，都是不得已，都是为了这个家。可是娜娜年纪还那么小，我不忍心让她担这些责任啊。爸，我跟娜娜还有阿叔都是你的孩子啊，我不相信你会忍心让娜娜一个人为这个家牺牲。爸，我求你了，告诉我带走娜娜的那些人到底在哪里。有什么事吗？那个大哥，我你能不能叫我妹妹回家？妹妹？那你有没有钱呢？现在没有钱呢。没有钱了，免谈。哎，大哥，拜托了，你放我妹妹回去好不好？我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啊，你叫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做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你了。哦，没有钱，滚开了。大哥，拜托了，你让我妹妹回家好不好？你叫我做什么我都会做了，拜托你了。好，一个换一个，你用你自己跟你妹妹交换。
阿叔，老师知道你很担心娜娜，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通过补考，这是你最后一次的补考机会了，也是棒球队能不能够代表学校出赛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所以你要加油，知道吗？加油！他已经忘记公式了，你其实洗平放过分。哎，怎么办？大家不要紧张，我们先为阿叔祷告。娜娜，怎么办？我忘记公式了。阿叔，上次老师说这个平行式边形面积的题目很重要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忘记公式了。哦，你怎么又忘记了？这个平行式边形的面积公式就是底层高，不要再忘记了。底层高。娜娜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会写了。7×8=56，平行式边形面积为56平方公分。这才一张考卷而已嘛，怎么那么久呢？哎，来了，他们来了啦！怎么那么慢呢？阿叔考几分啊？好，我来宣布，阿叔这次的补考成绩是75分。耶！阿叔，太好了！怎么了？要是娜娜在就好了。这次我会及格，都是因为她跟我一起复习功课。每次我要放弃的时候，她就不断的鼓励我。如果没有她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阿叔，你不要担心啦，老师一定会想办法哦，在比赛之前把娜娜带回来了。啊，还有教练在，教练一定会跟布瓦老师把娜娜找回来的。啊，谢谢布瓦老师。教练，谢谢你。娜娜回来了呢，娜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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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富美啊，你是怎么把娜娜带回来的？我是跟富妈借钱把她救回来的啦。不，娜娜回来以后，我们棒球队就全员到齐啊！耶！解散啦！不啊，赶紧把掉三个星球上来啊！建材了没呢？好，大家们，让我来，走，阿公搬了，来，二毛，来，你哪里？来，谢谢阿公。好，来。阿斌，哟，来，阿公，来，大路，哦，阿公，来哈，阿龙，哟，来，阿公，好，谢谢，干大，哟，阿公，好，来，娜娜，哎，娜娜，阿娜来进来哎呦。哈哈哈！真热，乖，来阿元，到，来，还有一张小姐的照片跟一张卡片，来给阿元。谢阿公。小姐穿新球衣，上面写什么？打开。小姐要我们加油，好好打球。原来这就是小杰啊！嗯。喂，你们应该去看小杰一下吧。阿公，小杰怎么了？我跟今日找管家提衫的时阵，伊讲小杰状况无真好，所以妈妈决定要送去美国医病。各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小杰吧。好。妈，阿叔他们收到新球衣了吗？是啊，他们的新球衣跟你现在穿的这一套是一模一样的哦。妈，谢谢你送我们球队新球衣。等你养好病从美国回来，还是可以跟他们一起练球的。我一定要赶快好起来。校长你好。会长。校长。小杰。小杰啊，明天就要去美国了，高不高兴啊？怎么了？好像不高兴了。他啊，舍不得棒球，更舍不得少棒队那些小朋友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好，大家进来吧。小杰。阿公。哎，乖。小杰。教练。老师，小杰，小杰，你到了美国还是要用功读书哦，知道吗？嗯。对了，阿叔，你有通过考试吗？阿叔，小杰，我通过了，你看75分。阿叔，你及格嘞！竟然大家都及格了。所以少棒队可以代表七旗国小出赛咯。没错，不过呢，我们有一场比赛等一下就要开始了。什么比赛啊？对手很强呢，因为哦，他太喜欢打棒球了啦。是谁啊？就是你啊，小杰。我小杰，现在队上哦需要你来当假想敌，帮助大家练习。
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开始，阿叔，阿叔，阿叔，不要扶我，我可以自己站起来。小娟，小娟，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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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怎么样？我很好，我要继续打球。少爷加油，小杰加油，小杰加油。小杰，妈妈有看到。小杰，我们现在还差一步才算得分哦。是不是我还没跑嘞？嗯，教练陪你一起跑好不好？好。好。今天是星期天呢，我们是要去练球，不是要去上课，带什么便当？对哦，没关系啦，你们还是带去吃啊，练完球也会肚子饿啊。
后要分工合作。阿叔你就负责打扫，奶奶你负责煮饭。有困难哦，你们要一起度过。功课有不会的，要赶快问老师。要一起好好读书。你们两个哦，要相亲相爱，这样子大姐才会放心啊。姐，自从娜娜回来以后，我就没有再跟她吵架了呢。姐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跟娜娜相亲相爱的啦。大姐，我这次都平安回来了，你为什么还在难过呢？大姐哦，是看到因为你们都懂事啦，长大啦，所以才很高兴啊。请敬大家，这个奶奶当平安当的吼，真正让人大家总欢喜的。奶奶恭喜富美吼，啊，一家团圆，以后就顺顺利利。来，富美，我敬你，来。谢谢阿公。哎，阿公，等下，听唔到，桌上这杯还是茶呢。啊，通常这个时阵吼。拢爱啉淡薄红露酒吼，庆祝一下，一点嘛也无要紧啦。不行啊，阿公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能喝酒啦。小五啊，你这阵回来吼，阿公和你讲啊，死死死呢。呸！什么死不死啊，阿公，卖卵恭维啦，你要假霸凌呢？你要教我拍照，还要跟我一起看棒球，你要看我考上大学，还要看爸爸回来义诊，还有，反正还有很多事情我们要一起做啊。啊，你身体要是健健康康的，我才可以跟你永远都住在一起啊！公孙呢？你要嫁给人，那有可能永远住在一起？那还不简单，我就嫁给机器人啊！哎，对哦，我哪会无想到，咱机器像布娃、齐胜啊，这都是个好青年啊！哟，阿公，莫乱恭维啦，我才不爱嘞！我退出。阿公，这个小五很凶呢。不啊，让给你好了。洪启胜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啦，不啊，就是阿公说的好青年啊。这啊，我们不是要一起向富美敬酒吗？庆祝他们一家哦都能够团圆呐。对。小五差点没说别给你，富美啊，我吼以茶代酒啊，给你恭喜，来，代我敬你来，谢谢。我要顺便宣布一件事情，我决定不当领队了，我把领队的位置让给伟霆。我不行啦，我对棒球一窍不通，我做不来的。小五，你怎么突然说不当就不当啊？哪有啊，明明是你想把我换掉，你不是早就要把领队的位置让给伟霆当了吗？哎，不是啦，那时候也是权宜之计啊，为了拉拢伟霆加入我们棒球队，不是真的给他当领队啦。所以你那个时候是骗我的。也没有啦，小五不在啊，然后刚好领队又不需要太专业，所以你当也蛮适合的。哎，你这样说的意思是我这个领队可有可无咯？没有啦，哦，哎，阿公，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？我不知。来，你坐来。不过这个领队啊，我感觉吼，不管是小五来做，还是伟霆来做。拢真适合，一个呢会当帮忙补习啊，一个会当帮忙训练。我若是起身吼，我两个拢留来做领队。对，
阿公的意思啊，就是我的意思。你话都讲不清楚了，还找阿公帮忙嘞？我也有事情要宣布啊。我要解除跟布瓦的婚约。富美，你怎么突然就想通了呢？你真的愿意跟我解除婚约啊？我早就想通了啦，就像你说的啊，就算我们在一起哦，也不能解决我家里的问题啊。而且我们勉强在一起哦，也不会高兴啊。我早就应该想通了啦。难道你都不会怪我啊？I do，是我自己的决定啊，我不会后悔啦。啊，对了，这个要还给你了。我们安古尼，那个是你伊娜给我伊娜的珍奥啊。本来说是要给我们结婚的时候用的啦，但是现在哦。用不到了，先还给你了。阿佳，这个掌纹很漂亮呢。以前哦，我伊娜怎么都没有跟我说啦。现在你可以送给你喜欢的人啊。嗯，可以拿去送给小五啊。你不是很喜欢他？不啊。我希望你以后要好好珍惜你喜欢的人啊，像我以前这样子，我也很痛苦啊。可是我想清楚以后，我觉得我现在比较自由了，也比较轻松了。我觉得我这样子做的决定是对的啦。反正你不适合我啦。我以后应该会找到更适合我的人了。带来古卡古一带吧。啊？怎么那么突然啊？你之前都没有说过啊。我认识的人在工厂，他们说要找那个作业员啊。他们问我要不要去，我就说好啊。带他去所以带爸，那阿叔跟娜娜谁来照顾呢？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啦。而且我一定要去台北工作啊，我要赶快把家里欠的钱还掉了。好啦，那你放心呢，你不在的时候齁，我会帮你照顾阿叔跟娜娜啦。阿赖，我先回去喽，我还要整理东西。那你几点的车啊？我送你啊。扎杜，我自己走就可以了啦。上阿燕杜秘书好。嗯，给是咕噜吗？
启胜，小五这次回来积奇，你应该很高兴吧？当然啊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心力，对球队总是好事嘛。哦，可是小五好像还是很讨厌我。不会啦，小五他一开始很难亲近，但其实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虽然有时候会闹闹脾气啊，但他只是想要有人多关心他一点，反正他就像个小孩子嘛。你好像很了解他啊。哪有啊，我才懒得花脑筋在这种上面嘞。反正我们平常都这样吵吵闹闹的，有时候是还蛮好玩的啦。哎，连阿公都会捉弄他，哎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阿妈照相馆才一直这么热闹啊。好啦，不用担心啦，小五他只是还不适应跟你相处，等以后在一起时间久了，他自然就会明白。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生。伟霆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啦，我家就在前面，你送我到这里就好了，我自己先回去。这样啊，那你自己小心哦。我走了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小麦学长，展信愉快。你在美国的生活如何？学业是否顺利呢？在我父亲的坚持下，我已经开始准备重考。前些日子，我和父亲一起回到基奇，也总算解开了他和阿公多年的心结。但不幸的是，阿公却病倒了，所以我决定留在基奇照顾阿公，并准备明年的考试，因此短时间无法去美国了。祝一切安好，小五。大姐走了，你看。阿叔、娜娜，以后你们要互相照顾。大姐去台北工作了，这个钱要藏好，不可以乱花。大姐。姐姐真的走了。你是村里的高材生，我没读什么书。你喜欢棒球，我什么都不懂，
只会在泰鲁阁跟游客拍照，这样的我是配不上你，你不喜欢我也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除了那个婚约其实并没有什么交集，反而是小五，你跟他小时候就认识，他活泼开朗，跟你无所不谈，他才是你真正的对象。我走了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当有一天我们再相聚的时候，请你也忘了我们小时候的婚约，真的，这样我会轻松一点。外球，外球，叔，你在干什么？几坏球了？注意点啊，继续。暂停。今天练习就到这里，除了阿苏跟娜娜，其他人不进行解散动作。阿苏，娜娜。老师好，刚刚接到一个不幸的消息了。你们的爸爸，他死了啦。就在富美才离开机器没几天，阿苏的爸爸就把他留下的钱都偷走了。有了钱后，他更变本加厉地喝酒赌博，喝醉后不幸跌落山沟去世了。这件事对于阿苏跟娜娜不知道幸还是不幸，幸运的是以后不必担心被爸爸卖掉，不幸的是以后两个小孩就要像孤儿一样了。虽然大家都很关心阿苏跟娜娜，但我担心家里的变故会影响他们两人在球队的表现。我想，我应该对他们严格一点，让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球队，这样阿苏跟娜娜就不会有太多的心思
去想家里伤心的事了。小五，你看，前面有宪兵呢。吉义，吉义，李启明，不要跑！别跑！别跑！妈，启明，开门！开门！糟了，宪兵官来了，不可以进去啊！去时候没有你陪着我心头，一切都是我太过骄纵，以为你会懂，一直忘了说我有多爱。